爱你障碍启航公益关怀活动防疫宣导正式开始。当然在正式开始的时候呢，那很多好蓝色会跟我先请我介绍一下台北很好进行的呢亚洲电台马西兰中波哈，这里朱启林哈，来到咱的黄文金平哈，也是讲的咱这组好朋友，这回来到现场来欣赏，就咱加赞的咱这节目哈。当然呢，今仔日吼，在咱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讲有着好听的歌曲，上重要今仔日也就是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咱公益关宣导哈，公益关怀宣导，比如讲咱这组好朋友哈，那是讲吼，比如这组咱许多东西吼，咱独居啊，还是讲失智失能的长辈，咱平常时啊都在。来给咱关心一下，来给咱看看，对不对？对，讲吼，今嘛嘛有咱这个午餐共识，对不对？哈，就可以一起吃啊，做伙来吃安尼。啊，兄弟们，对讲第二个啊，防疫宣导。讲到防疫宣导，各位你有没有固定每个礼拜去买口罩的？举手一下，好不好？有啦，那有啦哈。啊，一礼拜哈，刚才一盖，大人刚才会使买一盖哈，囡仔嘛是啦哈。啊，不过呢，就伫咱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个号码哈，来去咱这个健保邮局那边哈，提着你的健保卡哈，一礼拜一盖哈，单号是135哈，双号246。啊，礼拜刚都无含是讲单号还是双号？这个防疫的过程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算多者。很重要呢，是咱开放些空间，所以讲空气有流通，但是提醒大家口罩最安好，嘛是要甲挂咧哈，健康。平安上重要。啊，各位就是讲呢，大家若是有酒精的好朋友，会记吼，有空如果从外面回到家里面，记得酒精消毒一下啊，酒精消毒一下，让自己不会把这些啊尘螨啊、灰尘，甚至是呢这个病毒能够带在手上回来。哎，一提醒大家吼，人潮拥挤的地方也千万不要靠近，千万不要靠近。五零几八公尺，五零几八公尺。而且嘛，是提醒大家哈，顶嘛是咱的派对的过程哈，所以每一位拢是咱微电影上站的主角。好，咱今仔日阿伯表演哈，咱这个阿伯哈，演到这个阿伯这里啊，非常赞的，咱这里主角，女主角嘛那个，要甲大家做伙来同乐，所以嘛提醒咱现场好朋友，记得，你要记来现场哩，咱就看头前就好，因为小蛋仔哈，咱。你专程弄个录影，专程弄个录影。五月份，你会使上咱景美啊，咱的唱片公司粉丝专业，粉丝专业啊，都会使看得到，都会使看得到。每一位拢会伫咱微电影来甲出现的哈。啊，即卖咧，咱好生好比用的整个破声来，好，大家上赞的热情掌声了，来来来来来，哇，太好了。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要来介绍的这一位哈，可以说呢，是我们爵士的小甜心哈。有请我们的涵涵啊，谢雨涵来，那今天发现好大的涵涵，说段子，涵涵透过他的爵士鼓，这头有塞工哦，人是非常会鼓，所以大家呢，来咧，伊咧这个练歌的时阵吼，买一个这回来互动，好，这回来互动，来来来来，有请涵涵，阿果，是是是，咱涵涵我特别甲介绍，来介绍者，来来，这个涵涵那是这个微电影里面吼，哦，少年的女主，哦，你少年的。咱只底下发生咧，迄个嘛，拒绝，是是是是是，哇！所以这笑的都不敢，那整个台下欢呼声来者，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
哎呦，这条就对对对。